大家好，我是陈英哲老师，欢迎大家来共同探究第十七讲企业伦理。本讲次的学习目标依序如下：第一，伦理与道德；第二，企业伦理的实践与定义；第三，道德认知发展的理论；第四，道德议题与组织的环境；第五，伦理的领导与文化；第六，道德决策与运作的模型。近年来发生一连串的企业丑闻与弊案，例如国外的安农、世界通讯、泰科、安达信会计事务所等财报的丑闻，甚至于国内的过往的，譬如说博达、泰电、迅蝶、大霸电或力霸掏空等弊案，以及集团里面的新巨群集团、广山集团、和丰集团、台中金基、中强电子、安丰集团等多家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也引发了社会极度的重视和忧虑，并对企业的会计征信与公司的治理失去了信心。固然国内企业由于董事的独立性不足，经营权与所有权未能有效的分离，法规的遵循度不佳，小股东的漠视与盲从，企业交叉持股的普遍，无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以及司法程序冗长的因素，而导致了长期内部公司治理的机制未能发挥功能，使得国内多家公司或者是企业集团常为了一己的私利，罔顾投资大众的权益，发生了违法兼滥权的情势。但就其症结，还是在于经营者的道德良知。决策者若能在决策的过程之中，每个阶段强化其伦理思考与判断，则将可以增强其伦理行为的几率。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学习的目标：伦理与道德。在中国，道德一词可追溯于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一书。道与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实为一体两面。道指的是自然运行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为人世的德性、品性、王道。前者为体，后者为用。西方的伦理一词源自于希腊文，它指的是本质、人格、风俗、习惯，描述社会要求或个人应当的行为守则，即在特定情况下的理性行为规范准则。而道德起源于拉丁语，当习俗成为规范时，便成为人们思想及言行举止的基准。综合上述，伦理是依据道德延伸的运用，其差异仅在于伦理指的是群体规范，着重在行为与群体间的互动关系，而道德指的是个体的品性与德性，强调个体行为之理由与这个自发的动机，即是伦理是外在的行为的规范，为个人与他人或团体及团体间的互动关系及相对应的行为规范。而道德则是在内在的自我德性的呈现，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历程与成果。第二个学习目标是企业伦理与实践的定义。企业伦理又称为企业道德，是广义社会伦理中的一环，是以企业为主体所构成的伦理关系和法则，即是企业体系内或企业社会中的道德规范系统。对于经济自由论者，企业伦理所追求的道德规范与获利目标间没有必然的关联，甚至被视为相冲突与矛盾。此时，企业伦理只是意味着被动的遵守法律的最低标准。然而，随着商业争议不断的发生，有关企业经营和企业管理的伦理研究
开始着重在于使管理者、员工和一般人透过适当的规范与规定，导引正当的作为，并成为主动负责任的道德行为者。在企业伦理的实践上，面对不同关系存在着不同对应的法则。台湾学者陈进福与许金田在2010年从社会、企业和个人等三个层面陈述了企业伦理的涵盖的范围，清楚地指出企业除了要向股东负责，替股东谋取利益之外，也必须合理地兼顾所有利益关系人合法权益之保障。单纯地将企业伦理视为个人伦理道德的延伸，是不足以对企业的复杂关系，除了个人高尚的伦理道德外，个人专业诉求、公司规范、政府法令、社会责任等面向议题，都是企业伦理所必须要面对跟处理的。以下我们看这张表，这张表的话总共分成三个层次，社会层次、企业层次跟个人层次。在社会层次的话，它的范围是在于企业与外部间接关系人的互动模式与伦理的关系，包括了政府、社区、环境、利益团体、媒体。在企业层次，它又区分成外部跟内部。在外部范围里面的话，涵盖企业对于外部直接关系人的互动模式与伦理关系，包括了顾客、股东、竞争者、供应商。在内部范围呢，它包含了企业对内部关系人的互动模式及营运管理的伦理关系，包括了员工、工会、董事会、管理阶层。在个人层次，它讲求的范围是个人在商业环境中的道德行为与伦理决策的取向。国外学者的话，将企业伦理定义为企业面对员工、顾客、产业、社会群体及外在环境时，在特定的情境下如何判别是非对错的规则、标准、惯例和道德的原则，目的是在指引组织成员与商业活动行为合乎所奠定的道德规范与规定。随着时代的演变，企业伦理相关的意涵与概念之发展的趋势，已从基于法律的重心移转至以文化与诚信为重点，将伦理道德视为组织价值的一部分，重新审视导引企业对企业伦理的认知与建构。它是有助于企业重视社会责任、伦理道德、守法上纪与自我管理等面向的发展，透过伦理的反思与实践来防止不当或不法之行为的表现，以落实企业永续经营的目标。以下跟各位同学说明学习目标第三项，道德认知发展的理论。个人或企业的道德行为的表现是取决于其道德内涵的程度，因此对于伦理道德形成的方式与发展模式要予以了解，它是有助于道德内涵的养成。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主张，道德的发展既不是文化价值内在化的确认过程，亦非自发的冲动或情绪的开展，而是个人在社会冲突情境中的交互作用，经由对客体的适应行动或适应行动的内在化之认知活动，以及对个体知识或情感进行有组织或平衡形式的结构重组活动，使行为结构与心理结构在冲突矛盾中探求最理想的配合。此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杜威，他的三层次道德发展，从本能、礼俗和良心三个层次去建立他的道德发展阶段。道德发展是从浅至深依序累积成长。杜威是最早从心理学的观点，以认知发展的观点
讨论道德教育的教育心理学家。他主张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在于促进道德的阶段性发展。随着教育的成长，人的知识与道德也随之成长与发展，并逐渐变得更富理性与社会性，更合乎道德。最后，行为本身从有意义的反应与评价的对象，进而产生权利与义务、善良与德性等正确的道德观念。其理论将道德发展依照程序分成本能、礼俗及良心三个层次。我们详细说明如下：第一层次，本能和基本需求的层次。此层次所表现的是感情的力量和本能的行动。行动不受道德判断的导引，虽然行为的目的与道德无关，但部分遵守道德律的本能行为结果是具有道德价值的意义。第二层次，社会标准的层次或礼俗的层次。它发展到本层次的行动是于受社会标准的制约。除了本能需求外，行为提升至包含社会福利等意图的目的，意指的是从冲动经过欲望转变至意志的历程。它涉及的是对相互冲突利益的深思熟虑与评价的历程，以及最后行动的选择。个人行为的依据是世代相传的社会传统习俗或群体行为的习惯所形成的所谓的群体道德。第三个层次是良心的层次，它是属于意识或理智指导与控制行动的层次，是道德发展的最高层次。当礼俗道德或群体道德与良心的道德存在冲突时，个人不再盲从的遵从，而是能善用智慧思考，选择与表现正确与善良的行动。他的主张是，社会标准的制约必须经过理性的验证和批判，唯有当个人的权利受到保护，并能自主的诚心行善，寻求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才能够达到道德的最高完美的境界。第四个学习目标是道德议题与组织的环境。面对广泛的商业环境时，不同的立场与人生的价值观会形成对伦理认知的差异。个人或企业的利润追求经常会与社会的道德观产生冲突，并引发相关道德的议题，而道德议题牵涉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行为的目的。在企业内部的营运有所谓的生产、行销、人力资源、研发、财务、资讯与职场伦理等议题。外部则需不需要面对顾客、竞争、社区与全球化的议题。伦理议题的复杂性是无法透过一般的伦理规则即能够予以认定或处理，因此必须依赖以下的普世的基本道德原则来协助对于道德议题的发掘与确认。第一，诚实，它指的是正当或可信赖，也就是所谓的里外如一。商业关系属于人类关系中的一环，每一个个体有其外在欲望的目的与内在道德的规范。当这个外如一时，即是个人的欲望能得够达成，同时符合其内在道德规范与所有关系人期待之最大公约数。第二个，公平。公平、平等、不徇私，亦带有所谓正义、不偏、同等和道义等延伸的意义。其中并隐含了有分配、平等、利益关系人互惠主义与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最佳化等商业伦理的目的。第三项，诚信、正直，在组织中意味着毫不妥协的坚守伦理价值。当道德伦理行为举止与诚信与正直连接时，即是对行为的实质限制或规范约束，
是有关美德中最常被讨论的一个名词，恪守诚信正直原则，以建立合乎伦理受信任的商业关系。普世的道德原则协助提供道德议题的基本判断的依据。具备复杂身份的企业组织，在面对不同的利益关系人时，道德是非议题会变得复杂的道德两难的问题，也使得相关决策变得更为棘手。透过个人丰富的道德内涵与组织明确的角色定位，将能够协助减少道德议题的争议性与认知的落差。接下来跟各位同学说明第五个学习目标，伦理领导与文化。过去几年，企业丑闻弊案使得社会大众对企业组织及领导者的公众信任逐渐的消失，促使企业开始反省与更加重视伦理领导之树立和企业伦理文化之塑造，希望透过伦理领导与企业伦理文化之提升，影响着组织及其成员伦理行为的表现，以重拾社会大众对企业的信赖。学者提到说，在探讨领导与绩效之关系时，强调领导人影响力的重要关键在于追随者能否信服领导者的信誉与道德行为的表现。伦理领导诉求是领导者的个人影响力，其思想的核心在于确立伦理的价值观念，成为成员遵守的准则。伦理领导可以是企业伦理主管，或是公司的资深主管。除了道德价值的建立之外，伦理领导经常运用沟通与奖励的系统，指引追随者的伦理行为。研究便指出，奖赏权、强制权、法定权、专家权与参照权等五种权利，可以协助领导者诱导组织的成员之伦理的行为。此外，相关的研究也指出来，说明了道德领导能够影响追随者提升工作的意义，产生更好的工作表现与组织的关系行为。台湾学者陈庆福与许金田在2011年同样的指出，称职的伦理领导能透过一系列的策略与战术影响部署的价值观、信念与行为，完成组织的伦理的目标。企业组织依赖正式的组织结构运作，组织成员必须建立在相同的共同愿景、价值观与行为规范，以协助确保组织的道德一致性。在企业的运作上，组织文化因其共有的假设、信念、价值观等特性，能够塑造与引导员工的行为。组织风气则是成员心理上认同事务运作和程序，并具体的表现在个人的行动。当伦理内涵融入到组织风气，则可以凝聚组织成员对于如何正当处理伦理议题的共同认知，进而以形成所谓的伦理风气，提升组织的伦理行为。伦理的风气协助内部成员正确的伦理行为与形成伦理议题解决的共同的态度。当组织面临伦理的困境时，便能够有效地影响成员的伦理决策倾向。社会学与哲学的观点将组织区分成九种不同的伦理的风气，并发展其问卷去测试组织成员对于组织风气的认知。透过伦理风气的分析，呈现企业组织的伦理状态与组织文化的加强或改善的方向。唯有企业文化与伦理风气的建立，与利他主义或原则主义时，其决策判断与行为的表现才能够趋于道德。我们来看一下图表的说明。图表这边的话，垂直的栏位的话，这所谓伦理的标准、利己、利他、原则，在横向的上方的话，分析取向分成个人、组织跟世界。在个人上面的话，的利己就是私利，利他的话是友谊，在原则的话就是个人的道德。在组织呢，它的利己就是公司的利益，在利他呢就是团队的利益。
在原则上面就所谓公司的规则跟程序。在这个世界的取向呢，利己就是所谓效率，利他就是社会责任，原则就是所谓的法律与专业的规范。企业的永续经营与可靠的伦理领导密不可分，唯有当领导者能以组织、组织成员、其他利益关系人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前提，指引与引导组织成员朝向组织目标前进时，领导者才会被认同具有适当的伦理的意涵。在组织中，领导者时常扮演着行为规范与政策的推行者，应该善用其领导地位的权力与影响力，塑造合乎道德要求的企业文化与伦理的风气，以全面提升员工的伦理价值观与道德行为的表现。接下来跟各位同学说明这个第六个学习目标，道德决策与运作的模型。道德决策与伦理的运作模型，它指的是面临伦理道德问题跟困境时，一种复杂的激发认知、分析、判断和抉择的过程，并以道德思考的概念与伦理相关的知识为基础，进行符合现实情境与伦理需求的决定。以下我们分别说明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有关于这个 Hint 的行销伦理通论模型，它是从认知层面的角度，将道德哲学的义务这个义务论与目的论融入到行销伦理的通论的模型，并作为其模型的论述的主轴。此理论主张环境因素及个人经验影响道德问题的认知与后续解决方案的评估、判断、意图与道德的行为。此模型他认为，虽然理论上个人行为企图依循道德判断选择之最佳方案，但限于现实情境或特殊目的之影响，行为与企图有时会呈现不一致的状态，并可能会因为导致个人的善恶而产生。我们看讲义上的图形，从这张图的最左边是包含了文化环境、产业环境、组织环境、个人经验，影响到所谓的认知。认知包含了三个层面：认知伦理的问题、认知替代的方案、认知可能的结果。接下来红色的区块化是所谓的义务论的规范，不可能的结果、期待的结果、关系人重要程度，之后再产生所谓的义务论、道德判断、目的论的判断，过来影响到所谓企图而导致接下来的行为。那行为的话就衍生所谓实际的结果，再由实际的结果回到所谓的个人的经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所谓商业伦理决策的整合模型，它是以所谓道德发展理论为基础，试图融合之前的学者的模型，将道德认知心理与社会学习哲学两种理论整合，兼具两种理论的商业决策整合的模型。虽然已将决策时所面临的个人因素及外在环境对个人道德判断的影响纳入决策的考量，但考虑到个人决策中的思考哲学则缺乏和这个所谓之前行销通论模型中的微观检视，所以说这个 Freil 在1989年的整合之下，该模型呈现了更清晰的决策步骤，更清楚地显示了影响伦理决策的外在环境因素与内在因素。我们看课本上讲义，从这边的话，从最左边来看，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接下来有所谓的一个觉察、认知、评估、决定跟行动。在觉察阶段的话，有面到所谓的伦理的议题；在认知阶段的话，有所谓的道德认知发展的阶段；在评估的话，有所谓的义务论、目的论跟判断；最后决定他的企图；最后就所谓的行动，看是伦理或者不伦理的行为。那行动完之后，就所谓的结果跟行为的评估。但是在这个觉察、认知、评估跟决定的阶段里面的话，组织文化、机会跟个人的个变数，机会影响
第三个模型的话是组织伦理决策议题的全变模型，它结合的是心理与社会哲学等相关理论。实证研究他认为说，设计以道德议题为主轴的组织伦理决策之全变模型，它是发展出一组道德强度的变数。那他指出，相关的道德决策的讨论中，多集中在决策的过程，或者是个人与情境变数等相关的研究，但却甚少对将道德议题视为主题深入的探讨。因此，学者 Jones 针对此现象，发展道德强度量测的指标，并将道德强度作其论述的主轴。此模型将道德强度分成六个构面，包含了结果影响程度、社会共识、影响几率、时间急迫性、亲近程度与效果集中度，强调道德议题的强度大小影响个人对于道德议题的认知产生，并对道德的判断、建立道德意图与道德的行为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Jones 在1991年的话，同时引述之前的学者的主张，将群体动力、威权因素与社会化的过程等组织因素视为与道德强度同样影响道德决策的重要因素。相较于其他运作的模型， Jones 的主张也缺乏说明了道德行为本体的道德发展的机制，但其有关于道德议题之道德强度的论述对道德行为提供一个重要的观察研究的构面。接下来我们看这讲义的一个图示，最上面的话是道德的强度，就刚才所提到的结果影响程度、社会共识、影响的几率、时间的急迫性、亲近的程度、效果的集中度。接下来会影响到所谓的认知，道德议题，做出道德的判断，过来就是接下来就所谓建立道德的意图，最后就所谓从事道德的行为。那在建立道德意图与从事道德行为这边，包含了组织的因素会影响，那组织因素涵盖了群体动力、危险因素跟社会化的过程。随着时代的演变，企业组织已是社会运作重要的一环，社会的安定与企业的生存同样必须仰赖企业伦理的正常运作，也使得企业伦理成为管理者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接下来跟各位同学说明实施研导有关的主题是企业社会责任。根据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协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明是，企业承诺持续遵守道德规范，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且改善员工及其家庭、当地整体社区与社会的生活品质。近年从政府到民间皆对永续发展的议题日益重视，从证交所要求上市柜公司必须积极地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到民间企业包括了远见、天下、各大基金会皆年年筹办相关的评鉴，可见其趋势。 Daily View 网络温度计运用大数据针对一般民众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项目进行调查，健康关怀第一名的企业是台湾执行，弱势照顾第一名是中国信托，教育推广第一名是联发科，环境永善的是台达电子。以上是本讲次的授课内容，谢谢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